小谢，片子剪好了吗？今天我就要看成片，再剪不好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几点了？你还来不来了？你又要放我鸽子吗？不知道今天定检吗？剧本烂也就算了，道具还他妈这么假，你们后期能不能再调调？我就只是个剪辑，我又不是什么神仙。行了行了，我先看一眼吧。哎，暂停暂停，停一下停一下。